高雄空军四两鬼 ，I'm Chinese Air Force Academy， I'm 47， 27， 然后就说高雄空军四两鬼讲中文听得懂。我不知道在哪里飞飞飞，都过海峡中线了。我们教官一起来，中国你要投共啊！郭哥他一顶假发借400，他可以报800。为什么我去借的时候我要借500，我报700就被抓到？我这款的好条件，哪会拢无人来探听？小消息真是有够多，我话比别人卡哩，我比别人卡怕命。将功修理，马背手，我袂轻看。给好好好轻开啊！起码一挂时段，洗出来囝，拢超过伊准好修理麻痹。你少好多哎！哇塞，你还好了，你要真的拉嘛，就小拨一下。哇靠！你觉得我们这样酷？这样你心满意足了吧？啊！我来这边送你们礼物吧，我孤身秃头，对。没有，觉得我这样很酷哎，你这样当飞车党哇，很棒。以前在读官校的时候飞行嘛，我的飞行教官喜欢吃海产。然后他把所有的飞行的学生都叫海产的名字。他如果说攻击性很强，飞行唰唰像台儿懒八字，就这样子，有没有？叫做鲨鱼，攻击性非常强。像什么懒八字？不是啦，有一种战术叫做懒八字，有没有？在空中画一个八字，有没有？对对，八字的飞我也很闷啊。我说我为什么要叫九孔？你说海马啊，或者是小金鱼啊，都很可爱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我是一个很好的靶机，我是属于任人宰割的。就说哈，他说如果说我有办法毕业的话，他送我去靶机中队。他说哈，那个飞弹只要一打出来哈，不要他瞄准我，我自己就去找他。我停飞其实也还好，我觉得也还好。要不然我们教官说我现在应该在空军公墓。我技术真的不好，因为我对不到跑道。我总觉得为什么跑道比我的机头还要窄呢？他不敢降落，我敢降落，但我们教官喊救命，我就算了，给他个面子，我就 low push 重新再飞一次。你是真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明明都要跑道啦。我们教官说，为什么我要瞄准那个塔台冲进去？我说我没有，我对到了。我说我真的对到了。他说我眼睛歪的。你是因为这一点就离开空军了？那是另外一次。就是我起飞的时候晴空万里，然后要回本场冈山的时候乌云密布，我就马上用我的英文，高雄空军四两鬼 ，I'm Chinese Air Force Academy， I'm 47， 27， 然后就说高雄空军四两鬼讲中文听得懂，紧张，我就是紧张，其实我英文 OK 的。就是，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他说，四两拐高度8000尺，航向两拐洞，好，这个摆正时候在那个，然后就进云，冲，一出云，我好高兴哦，大同百货公司的海盗船，砰，我高兴的不得了，我真的太高兴，因为已经黄昏了，你知道吗？天色有点暗了，然后一个太阳在那边，我很棒的感觉，然后我们教官累了，就说九号，教官休息一下，带教官回本场。很近嘛，高雄离冈山多近啊！我 Roger， 我教官就休息，我就飞，其实我不知道在哪里飞，都过海峡中线了。我们教官一起来，九孔，你要投共啊！以前做幕后为什么会污钱？我污钱？为什么？在他的德政英明领导之下呢，我们一个月20集300块，只有6000。我们不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能活下去吗？哦，你讲的是那个王伟忠的？对啊。哇！哦！对，那时候真的需要钱，真的我需要钱，因为我们那时候退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爸就是说，你要去污钱。不是，因为我那时候官校退学，其实可以转地勤，那一个月大概两万多块，25000的薪水，然后加上一些薪俸半价，其实也蛮多的，3-4万块有。那我觉得我年轻，既然飞不上天的话，我放弃，我重新再来过。所以我答应我爸爸，我出来我会比在里面好很多。就出来真的差很多。为什么钱这么难赚？然后就大家都歧视你，好像我们是井底之蛙，然后我们什么都不懂，那觉得自己很贼，结果人家比你更贼。郭哥他一顶假发借400，他可以报800。为什么我去借的时候我要借500，我报700就被抓到？我觉得大哥他都知道，他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少的钱？因为我没有这个恶习。他已
经把那个钱已经加进来了。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话，哎，其实我演才6000哎，但是我从那边 A 已经 A 了20000多了。被伟松哥干掉过。进广告的时候，他会骂。他只有一开始在以前的时候草创的时候，大哥来盯场。他其实他在现场盯场，其实我们并不是很舒服的。所以后来他也不是说不爽，而是说那种气氛会是比较严肃，不开了你们店。对对，但他也担心啊，他比我们更怕。伟忠哥最好笑，每次都比较我们在五个人要做一个那个大闷锅，刚才乱讲的，他会坐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眼睛盯着九孔，看他。我快疯了！九孔，我每次都坐最后一个位置。我现在叫我讲，我坐最后一个位置啊。那他每次都坐在那个位置，我说你为什么不坐在这里边听台歌啊？就坐在我那边，然后每次要动作，一开始的时候就看着我，就讲，他们说要我冲突啊，要我那种激烈的口唇枪舌战，干他干他，操！没有，我看他一直流，他在那边，讲什么？我们不管你只要说得出来，我就做。嗯啊，比如说我记得最惨的是，比如说裤子脱下来，然后拿那个甜筒戳屁股，他们觉得很好笑，可是我回去我哭了，但我在现场哎，对，然后什么撞大球，一个球从3楼，然后这么大一颗球有没有？它实心的，还没滚下来，然后你给我一个小盾牌，然后叫我把它挡住，然后那球下来哈，其实我已经在那边，我尿都快流出来了，然后。我想跑，但我不能跑，因为我想说，我跑我就没有工作了。然后他就撞到我一刹那，你知道吗？啪！叫计程车撞到，然后你人整个飞出去，啪！然后我都没有声音哦，对，因为想讲不出来，10分钟没有办法呼吸。他们说我演得很像，我都不能讲话，他骂我九流演员，他骂说他骂我九流演员，明天不要来了。但我明天还是来啊！我老天爷是疼我的。当我一个月赚20000块的时候，我爸爸身体很好啊。那当我爸身体不好的时候，我需要那个钱的时候，哎，老天就给我了。那我工作，我的确就因为我愿意做，但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存钱的习惯，赚来就弄，反正每个月都要花那么多钱，因为爸爸的什么都要付出去。因为我赚的钱我都藏到床垫下面。有一次我很感动，我就跑到跟了一个狗一样。然后比如说录影，录完影之后去做秀，做秀之后好像有 pub 呢，我们那时候也 pub 也做，我和郭哥还把一家 pub 做倒了。做什么呢？我主持脱口秀啊，脱口秀。对，我第一场很屌，第二场很屌，在一个礼拜之后下面已经接词了，不好意思，我们就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可以讲，然后赚很多钱也很累。那有一天我把那个床垫一打开之后，哇，都是钱，我哭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说我是什么东西啊，我是觉得啦，因为真的很多钱，不是我想象的。我说我是何德何能，我没有学士，我是一个退学的学生，然后我也不是什么咖，然后我的主持功力各方面反应机制也不是那么好，我凭什么给我这么多钱？那我就觉得老天真的蛮疼我的，我说我就哭了，这真的是。预备开始，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打翻锅盖的掌声，我们欢迎天王巨星九孔耶！神经病一样，明明嘛现场没有半个人，只有一个打香肠的，一个阿伯和一只狗而已。好了，不要再推挤了，现场的朋友们不要再推挤，谢谢大家，谢谢，好签名，好来签名签名，好来好，接下来的节目非常的精彩，来破虾过两姐来，天王巨星九孔，谢谢大家，好，接下来现场要点灯光，哦，好来好，来听 rap， 然后自己瞎点，然后自己就唱了，老师音乐 1 2 3 4。好像蚊子。进来，啊不来嘛，来你赶紧播。啊，不是讲我的后套短，啊不是我今嘛讲给你听。我做人故意甲拍拼，啊生了果子阁未歹看。啊大金拢都大气大，啊唱歌跳舞我拢唔听。啊像我这款的好条件，哪会拢无人来探听？啊想想实在是有够多，我比别人卡哩哩，我比别人卡拍拼。下面比把人他快点，然后这时候马上起来，给他，就将你球开呀，你当为代表班，点点自己得过哪都不正常，啊，相公小李妈比唱歌没钱开，给好钱开啊，起码一挂时段，写出来囝，拢超过一准好小李妈比，我就自己很累了。嘿，是因为才做结尾，那首歌送给你们三个，谢谢。
走吧该走吧该青春很是小白菜走吧该走吧该统统拿出来耍赖走吧该走吧该生成了一般酒醉害看下那大平脸哈哈哈嘿他肿得要命哈哈哈嘿看下那短嘴精哈哈哈嘿他竟然是影帝哈哈哈嘿是谁来第一身同体力浪漫浪漫